26日晚发生了一宗命案，死者死状诡异，凶手身份至今成谜。疑犯称自己用了一种超自然力量，召唤出所谓的地狱鬼法官。时间不多了，要快！郭文斌，前刑事犯罪组高级督察，患有一种十分罕见的超忆症，过目不忘的能力被警方破了不少奇案。天堂弗利诺猥亵事件的主犯，四个人手指，柯林只是替死鬼，追求审判你，是的。 怎么做到隔空杀人的？鬼法官会处死坏人的罪人。催眠杀人，这张海报就是你设计的催眠密码。你究竟要杀多少人才会满足？你还没脑够，把你交给你只会害死更多的人。催眠杀人。 你认为所有的罪人都应该由你亲手审判？只是个魔鬼。从我们见面开始，就已经进入倒计时。如果你动作够快，或许能亲眼看到。那你可不可以现场示范催眠我，让我去自杀？